遇事不要慌，先发个朋友圈。465做多420比他原价还要低的这个做多是明年的3月19到7Adobe 6.8 million， 哇哦，吓死宝宝了。看到这边有一个将近1 million 的 EWZ， 我也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股票啊，是2023年的31块做空32块钱。好，那你卖得出去吗，哥们？这个23年的这个有人现在这么早买吗？大家看推特，推特有一个是42块做空42块的593000。再看这边就多 JWN， 有一个是16块9毛5做多15块，明年的1月15号到7是1 million 啊。美高梅也是将近1 million 了，25块钱做多23块钱，6月18号到7。好，这个 PENN 也目前我有 PENN 啊，66块钱做多65，明年的1月15号到7。这个上半场就先说到这里啊，看一下还有什么 real time 的。都是做多的多，实时来讲都是做多的多啊。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啊，谢谢大家。